战傻逼朋友队嘅抌入嚟嘅时候，传中第一点 miss 咗嘅，但系远处仲有一射埋去，哇！呢个波劲啊，追成1-1平手啦。大家睇下啦，呢球波系一射，跟住撞柱再冲上网顶嘅，咁啊入波嘅就系陈启盛啊，呢、這个球员都相当厉害噶，大家可以留意多啲。佢咧本身都系港超早联赛嘅首席射手嚟嘅，系榜首嘅球员嚟嘅。之后呢边一个射门，又系佢啊，陈启盛啊，劲到好够，真系脚头好重啊呢、這个球员。见到佢其实头程好远嘅，角度都唔算特别宽，喺 K 个位置附近嘅啫，就直接射埋去啦，为傻批朋友队反超前，去到2-1。边个处理呢球？但系都系俾佢陈启盛，睇下点处理啦。左脚射埋去，劲度真系相当之够，球速好快，为傻辉朋友队领先到4-1啦，已经。大家睇多次啦，陈启盛呢球波，咁啊叫队友走位啦入去，但系自己就即刻就射门啦，好大力嘅呢球波，龙门系未能够作出。